这宝宝都不知道用什么垃圾胚子合出来的，最后是几加几合出来的。最后一首可以一定能给你确定的是，你最后一首一定是跟吸血鬼合的啊。弱点土，吸血，弱点水，鬼魂啊，低级夜战，最后一首满满的全都是吸血鬼的科技啊，应该是个14技能的吸血鬼。然后那个14技能的吸血鬼是拿什么日游神合出来的啊，然后你这只化魂是拿雷妖合出来的啊。我靠，不是吧大哥，8+9+9合出来17，9+9我也合得起啊。我的天，9+9啊，还真是吸血鬼啊，被我猜对了。这只是泪妖和化魂啊，这只吸血鬼呢是由日游神和吸血鬼合出来的啊，是不是有点膨胀了？搜17技能，搜14吧。来看全服最贵的镜台啊，有蓝书的镜台神马是14技能啊，摆的价格是52.5万。胚子最贵的呢是15技能的啊，15技能的摆了24万，15技能的这个大海龟的资质摆了个18万。好，全服就这么几只，最便宜的14技能的摆了16.8万。好了兄弟们，14技能摆16.8万，那咱们17技能摆多少钱兄弟们啊？藏宝阁呢也没有参考啊。